然后新加坡存了10万年，夸到了瑞士15万年，最后到了美国19万年，还得死。所以升了天国，那个永生是虚幻的永生，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在佛法的终极这个上，它是出尘的，因此他看到这些世间善法，他绝对不否定世间善法的积极作用，因为毕竟人是活在世间的，他肯定，但是同时又欲知也不足，告诉他，广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行善了。行善的人也得死，对吧？面临死亡的恐惧，人人平等，善人恶人都一样。因为未知啊，死后去哪里？他未知，一旦他已知了，他就不恐惧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是根本的教义和戒律要求，僧人有严格的身体不与任何人接触的一个戒律要求。出家的僧人呢，不管他一天出家、10年出家、终生出家，他是跟任何人的身体不有接触，彻底的单一，像单细胞一样，他不想跟别人发生碰撞，基督教不一样啊。你看那个麻风病人，我们看天主教那些那个妈妈们，对吧？特别的爱护特蕾莎修女，他们都是直接去一些。可是佛教的僧尼，他有个戒律要求，不可与任何人有肢体的碰触。这是一个要求，那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你没有深刻的体验，是无法体会为什么佛陀他大智慈悲这么样的，却有这样严酷严格的规定呢？甚至不近人情的呢？只有你打坐，你才能体验到，因为一切是一，一切是一。唐代的皇帝管理佛教、道教，因为李世民就认为自己，他本来有胡人的血统，鲜卑人的血统，就跟老子，老子姓李名儿，叫李丹，俗姓李，所以他是认祖归宗。所以那时候上殿，道家走在前边，佛家走在第二，大臣们就是儒士，考科举嘛，所以这样一个道在前，佛在中间，儒者在后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个就设定了一个相当于类似现在的中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佛教协会的这样一个体制来管理。于朝恩太监就负责管理这些的，然后去拜访一个高僧，去，哎呀，请问大德，如何是天堂，如何是地狱？这和尚禅师，就你于朝恩也配问这个问题？哇，气的那个眉毛都竖起来了，然后那个尖嗓子那个太监的声音叫出来，我要杀你的头。哎，然后大师说，你看地狱已经给你打开了，地狱就在你身边，存在着你这些说他人就是你的地狱，对吧？所以地狱不在别处，天堂也不在别处，极乐更不在别处。佛法的核心教育告诉我们，只要你心安，就哪里都是净土，心不安，坐在金銮殿也是地狱。所以慈悲的核心的教导就是，我的生存自他关系，不要再给身边人成为别人的地狱。因此地藏经所说的地狱我不认同。因为魏教授我们俩很熟悉，是因为他2004年带了这个爱尔兰的一位这个巴克尔太太，他是国际社会宗教社会学的联合会的会长，来采访我4个多小时，带了几个博士生。那时候呢，他是把我办的一个夏令营啊，夏令营作为一个新兴宗教来研究的啊，作为一个新兴宗教来研究，所以跟魏教授这么多年很熟悉的。那么后来我为什么不再倡导那些夏令营啊什么东西呢？啊，
就是因为在短短的七天内五天内请十个老师来讲课，并且这些学生竟是大一大二最多研一研二的学生，他在人生经验毫无经验，在宗教建树毫无建树，在宗教体验毫无体验情况下，一定不晕的人经过七天必晕才正常。因此现在我自己的善地禅修什么我都不会，只是禅修，只一件事，单一从一而终啊！因为越那样越博杂，看起来眼花缭乱，并且我也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城市我的弟子最多，所谓的读书会这个会更多，都是这个请那个那个请那个，三个月下来只要请超过三个法师的必吵无疑。所以我自己的道场就坚持一个，只做禅修不做别的啊，就是要单一，只有你单一了才能持久啊。单一，我卖剪子我就卖剪子，我不卖梳子，我卖梳子我就不卖这个锥子啊，一定要单一。现在你们做企业的也是老想做大做强做多，你又不是百货超市干嘛呀，累不累呀？单一一点省心一点，一个人自我关系打理好了，什么都不干，那才是真正的安住无为，那才是真正的高手。一个人是无所事事而又天下太平，那一定是无论为商为政为道为学都是最高的高手啊！所以大而化之，大道无形，大音希声，对吧，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也很诚恳地邀请各位来参加我们的禅修课程，因为我们的禅修呢强调的是对人心的净化和提升，对认知模式的不是改变你已有的认知模式，而是给你打开，就相当于这个讲堂我们以为就一个门，但是我们要往外看，还有窗，还有天花板，还有地洞，哪里都可以出。所以禅修只是把我们的认知模式突破了一下下啊，那么更可能的是以人为本啊。所以我的课程不让大家四点半起床，睡足了起啊，吃饱了来做，中午你中国人都习惯于午休，你睡足了再来做，愿意在屋内坐就去屋内坐，愿意在室外坐在室外坐，让等待发现更多的是你自己管理啊，慢慢的来，慢慢来，你放松了。我觉得大自然是第一个老师，是最了不起的老师，他才是你最好的老师。因此我的善地禅修这些地方都在青山绿水中间啊，跟人呢稍微有些隔绝啊，你自己就去慢慢走，就会发现啊，触动你灵魂深处的宗教情操的、宗教情怀的、艺术细胞的，哎，那悲天悯人之念的之心的，往往是一片树叶就够了，不需要大师给你在这三天不到二十四小时不休歇，那是狂轰乱炸法西斯高压传教，是吧，所以我对这些个很多的课程不以为然。